是林立希艾米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立希艾奶弟。Hello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？这个，这是大湖酒庄买的福袋。里面有装草莓吗？不知道哦。玻璃就是这个草莓气泡水，这里是要怎么打开啊？我们有开关器吗？我们来开一罐，然后大家来喝，好不好？倒出来看看吧。这是泡泡哎，这是草莓汽水吧？喝喝看，这个味道重。给妹妹干杯。好喝吗？妹妹喝得津津有味呢。我来，它还有气的味道。好，里面有这个甜心巧克力草莓饼干，也是有草莓吗？我好想要吃吃看。巧克力，撕一片出来，粉色的感觉。里面这个是巧克力。对。这样子，那是比较黑色的。试试看啊，哪一嘴？哪一嘴？上次我们吃熊熊的饼干啊。哦，跟上次你们吃熊熊饼干。对，不然会那个太酸。会苦吗？有点苦，一点点，一点点苦苦的感觉。但是我是感觉不出来，因为巧克力比较。这边有一个紫仔鲜草莓，所以这是草莓干。好，打开。这是不是像那个我们那天吃的包子一样，有那个草莓果粒的感觉？吃吃看。我吃了两颗，这种有果粒，很好吃啊。哎，它是甜甜的呢，一点点酸。我吃了三颗。姐姐给你夸张，里面有加那种草莓，草莓不是有一点点的，但好像，它的籽啊，里面好多这个，它写巧克力草莓酥，我们打开一个看看，这像小蛋糕哎。妹妹吃吃看，里面包什么？草莓。它里面有包草莓酱的感觉，然后这边像饼干。我爱吃。爱吃，外面裹成巧克力。不然我怎么吃那么大口？里面总共有这四种吃的喝的，那你们最喜欢哪一个？这个。姐姐喜欢草莓饼干，妹妹呢？妹妹喜欢巧酥。好，喜欢的人到。大福的时候也可以去选购你喜欢吃的东西哦，那边有很多草莓的制品哦。主要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